豪杰打马上山坡，旧坟倒比新坟多，旧坟埋的汉光武，新坟埋的汉萧何，青龙背上埋韩信，五丈原前埋诸葛，人生自古谁无死，不去听书干什么？你都学坏了啊，不去上学都跑来听书来啊。这个今天需要表扬一下我们的棚啊，好像冷气开得很好啊。都穿上秋裤了吗？穿上了，棉裤都穿上了，这岁数就跟家待着吧啊。这个书是越说越多，说到现在了，咱们这个叫卿卿我，这四个字都会写吧？不会。哎，我跟你们是没法没法的。卿卿我这三个字儿，其实你们应该都，对你们这个数学不好的孩子一点辙也没有啊。因为之前说了好多，什么妖魔鬼怪呀，各种斗法呀，打妖精什么的啊，终于说一个云淡风轻的小故事了。民国时候的爱情题材，也不知你们是爱听啊，是爱听啊，是爱听啊啊！爱听，嗯，这都是有文化的啊。这边这几个我瞧不起你们，嗯。哼，我就爱跟你们聊天，因为一聊天时间过得可快了。有人说：“哎呀，不爱听咱聊天。”我真瞧过网上评论，也不知是谁，我一定会找到他的。说这么多废话啊，都不给书听，这玩意儿就没办法，我们就这买卖，是不是啊？打小学书的时候，先生也说了，不是不给书听，为什么叫评书呢？评字要放在前面，要给你评论去讲书里书外的东西。真正一上来就告诉你，这个王子娘在过马路碰见小孩了，然后如何如何，那是故事辅导员，那不是说书的先生。为什么说书的比其他的艺人高一头，就在这儿呢？啊，说相声唱戏的张老板、赵老板、角儿来了、王老师都可以称呼，唯独到说书的这儿不一样，说书的称呼先生，说书的祖师爷供的是孔圣人，所以说我们是圣人门徒，高人一等，其他的不一样啊。唱戏梅兰芳、马连良、张三、李四都是梅老板、马老板，为什么叫老板呢？他跟做生意一样，马连良京剧团底下300人都指着马老板一人吃，所以说你是我的老板，我指你吃，这叫老板啊。这个说书就没法老板了，走到哪儿就自个儿一人啊，这老板带谁呢？是不是也没有说哪老板带老板娘俩人跑出去呢？所以说书的尊称为先生，是因为是圣人门徒，给人讲讲这个书，不是单纯讲故事，抒情戏理嘛啊，要讲书里边的，还要讲书外边的，要跳出整部书，站在外边来给您分析整个故事，还在您爱听啊。这里还好多的杂学，说了瓷器了，瓷器怎么着，涉及到服装了，服装的变化是如何啊。当然最重要一点，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呢？你看这五分钟就过去了，嗯，让你爱听还不能你着急，这不挺好吗啊。这个上回书咱们说到哪儿了呀？好，那咱们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好不好？还好呢啊，你们是想开了，你们可没管充会员的那些人怎么办。我也是会员。你也充会员了啊？冒充会员啊。来，俩保安给他扛出去呢，不好好上学跑这搅和来啊。这个卿卿我呢，是一个民国的故事，一悲一喜。笑的时候呢，您可能觉着特别好玩，当然有的地儿听着挺惨凄，这个没有办法啊。我说的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愿意在设计桥段的时候丰富一点，在我的故事里边没有纯粹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多好的人他有鸡贼的时候啊，那多坏的人他有善良的地方，这叫人性。不能说这故事一出来这个人坏坏的不能再坏了，哎呦这好人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不像话，嗯，不成世界。这个故事也是如此。哎，您各位，尤其是你看现在现场，你们年轻人居多啊，好多看40出头的，有些含一的这几个50上下的，
这个书听完了以后对你们这个黄昏恋是有帮助的。还一呢，一看这状态就是初恋就是黄昏恋，这辈子浪费了。十分钟了，别闹了。我特别愿意多给你们说点正经的，你们都搅和我啊。我替你们想一下啊。上文书咱们讲到了姑娘白玉雪大学生到李伟的房间，突然间发现一张照片，然后心里很别扭，说哦，原来是这样的，想起来了没？没有。小蝌蚪说，你是我的妈妈。想不起来的话，出这门赶紧拿你们的手机 iPad 充一会员，往回倒倒，一看就明白了。因为前面说的太多了，我给你们说明白了，人后边听乱了就啊。其实就特别简单，大学生李伟家里出了事了，跑到白府，也就是说是杭州首富，到人家里看孩子，一位不少挣钱，这孩子就找他，家里太有钱了。结果呢，本家的小姐呢叫白玉雪，白玉雪很欣赏他，因为他什么英语啊、德语啊、这个语那个语啊、暴语啊，很都会啊，很厉害，就很喜欢他。两个人呢，你爱看我，我爱看你，但是除了没有点破，就没说出来。你看我要娶你啊，什么你要嫁我，这个没说出来。但是两个人心里都有数，在这么一个状态下出点误会。一个就是啊，白玉雪白小姐爱跳舞，杭州首富的闺女，人家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啊，有的是罗马啊，老觉得这罗马不合辙，家里趁钱，而且在民国那会儿来说属于上流社会，参加个舞会什么的很正常，在舞会上跟很多的小小子跳舞，各式各样的啊，长得挺白的啊，大高个的或者挺俊的，各种款式的吧，跟人跳舞，这李伟在旁边瞧见不是滋味。虽然说没有挑明说咱俩人是男女朋友，但是这个人呢，他首先是动物啊，这个很正常，尤其涉及到感情这块，你不要说我俩人一见面了这个感情啊，什么像月亮啊，像朵花啊，那都是俩人离婚之后别人替他们写的啊，真一见面你爱我爱你，这就是动物。你看那个野地里那驴跑着，那犀牛跑着，这个看是那个了，它有什么可诗情画意的？首先是动物啊，过了动物这关再说别的。所以说他这个心里边是一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白玉雪是我的，让你们搂着跳舞我心里难受，就这么一个状态。由这开始俩人闹别扭。结果有一天呢，李伟在街上碰见一女的开着大汽车，有司机啊，那个年头有司机啊，还认识。这女的是谁呢？就想当初她跟街上旧的一家人，一个老太太，老太太会拉京胡，就一只眼，带着一闺女，这闺女十几岁，一脸的泥特别脏，找李伟要一分钱买阿司匹林，因为家里还有一个二闺女呢，二闺女发烧要死，那个年头啊就得吃阿司匹林才能退烧，可她身上只有一块钱，给要饭的钱，没有找钱的啊，拿过来来看，我找钱开票，没有，那这太下作了，当时穷的都不行了，这一块钱也给人家了。没想到啊，隔了这么久，今天跟街上瞧见了，说人家现在混整了，只不过这姑娘呢现在落在上海，有一个大资本家，有一个挺有钱的老头，现在包养着她，娘俩呢开车回杭州又碰见恩人了，这才给她留了一张照片，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这姑娘叫娟娟，你听这名要写着芊芊就完了，这个啊，没想到这张照片这一天无意中让白玉雪看见了，跳舞那茬还没过去，今天发生这个事儿了，上屋来一瞧，这张照片啊，写着娟娟，这姑娘啊，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要不说男的轻易别留女孩照片，真的，你要说真拿出一张来哈，长得跟我徒弟烧饼似的，也就没事了，顶多烙一个哈，这是涮羊肉那带回来的啊，当时就急了啊。出这门之后做了做头发，化了化妆，把嘴抹得倍红，换上高跟鞋一尺五，也没那么高是吧，干嘛去跳舞去了，我管你干嘛呀，我自个儿我得痛快痛快，这跳舞去了。那么说李伟知道吗？知道，都在一个院子里边呗，虽然说人家院很大啊，这一进挨一进的带着花园，但是呢也瞒不了别人，因为本家没有别人了，就是老太太带着他，还有那小孩啊，小孩叫宝宝，所以说心里边也不是滋味，
就来回的想这个事儿。现如今这个状态，我们俩人尴尬了，我是否还要留下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之前想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我，然后我们俩人往前走，有可能哎，就走在一起了啊。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又织布纺棉花，就跟刘巧似的啊。这不哪儿听了句评戏来？那现如今这个状态，这可怎么弄呢？心里边难受，不是滋味。那么回过头来再说姑娘，姑娘想开了啊，不行，我不管你啊，我不痛快，我谁也别痛快啊，我心里难过。打家出来，司机把车都准备好了，小姐上车，去去去，我溜达溜达，你后边跟着我啊，后边跟着。那个年头不像现在似的，现在这玩意儿我上便道车后边跟着，一会儿那一万多车就堵上了，当年没有这么些车，司机听着呗，后边开着，小姐一人在便道上往前走，心里其实也挺难受。哎呀，你要说没有这张照片那事儿好解扣啊，我跟他说说得了，或者以后我不跳舞了，或者以后就是你学跳舞咱俩跳，不跟别人跳，有的是办法，唯独这样这就太难了。我怎么没想到他那还有一张照片，这有照片就说有女人呀，这女的长得还不寒碜呀啊，他要是一只眼就罢了，还是没看他妈，他妈一只眼。哎呦，心里别扭啊，人就是这样啊。为什么说这个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呢？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着自己啊，有一个小窟窿眼儿，就玩命往那儿钻，拽不回来。谁劝你，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想开了也就想开了啊。我这点就我就特别想得开，因为我这心宽随我奶奶，就我们家这一支啊，特别这长命百岁似的啊。我姑姑啊，我家里亲戚们个顶个就八九十，我奶奶去世的时候98岁啊，我是特别随我奶奶。我奶奶特点就是山崩地裂你活该呀，我该干嘛干嘛啊。我这点后来我们家里人聊天也是说，这个就是随老太太，要但凡心窄一点，这些年好，我坟头草得这么高，我跟你说，就是靠着心宽。其实天下事就是如此，你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我有病啊当年是，但是到那会儿那个扣解不开。这个姑娘就是如此，哎呀，心里恨呢，啊，恨的都不行了。关键她来回的联想，我是谁？谁知道你是谁啊？啊，杭州首富的女儿，家里趁这么些钱啊，我们家在这如何如何，我还上大学，我你看我又那么好看，我还有高跟鞋啊，也都想起来了。越想越别扭，越想越别扭，又打对面来一人，俩人擦肩而过，这时候站住，一回头。白小姐，白玉雪听人叫，愣了一下，一回头，不是很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想不起来了。但是终归是大家闺秀啊！哦，先生，您叫我吗？哎，是是是，白玉雪，白小姐。哎呀，杭州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幸会，幸会，咱们见过。哦哦，您是我眼拙，客气话，您是我眼拙，没想起来啊。您是我熊二啊。这前文书有人要听过就想得起来了。李伟当初在一个报社供职，当小编辑写字的时候，那个报社社长姓熊，熊子林，家里俩儿子，熊文熊武，外号就是熊大熊二啊。这个是那熊二，大的还稍微老实一点，二的活分啊，你不能说纨绔公子吧，最起码他也是哎，在街街面面上耍着道道的，有这么一号，能玩能闹啊，捯饬的呲儿啪的，西装领带，头发上梳了好些个那个咱也不知是香油啊是什么勾的芡呢是吧，倍儿亮，头发一根一根的，落一苍蝇能摔一跤把大胯劈了，那脑袋滑溜都不行了，当年兴那个呀，现在没有这个了，那会儿兴这个啊，哎，这乐啊，乐得跟要咬人似的啊。白小姐，久仰您哦，熊二啊，您忘了，咱们就有好几次呢，这聚会，还有一次这个跳舞的时候，那舞蹈沙龙，咱们见过呀。这个玩意儿那会儿上流社会经常有这个啊，一些个少爷小姐啊，什么银行买办呐、啊，有头有脸的
大伙儿聚在一块儿吃个西餐呐，有个什么酒会啊，跳个舞，是经常的事儿。所以这个场面上有谁没谁，谁也记不住。除了特有名的、特别大伙儿熟悉的之外，剩下的说我参加过，很正常。人家这么一说呢，白小姐点点头，哦，那是，哎，可能是我没记住啊，是是是，跟您还聊过两句，还冲您点头，您都忘了，点头谁记着啊？那个我爸爸那个原来开报社的啊，我们这都是咱们这儿就不是外人啊，不是外人。您这是干嘛去？啊，我也没事儿啊，我就还出去溜溜弯儿。嘿，您瞧啊，相逢即是有缘呐，碰见您可不容易啊。您赏个脸，我请您吃个饭吧啊。这会儿什么时候呢？中午十一点。要说吃饭其实还早一点啊，我请您吃个饭吧。啊，不打扰您了。姑娘心里堵得慌啊，我不打扰您了。还您这叫什么，您必须得赏这脸啊，您必须赏这个脸啊。我跟您那一块那个同学，那个有他还有他，哟，我们几个好着呢啊，一个人名字没说出来。你就来吧，一块坐会儿散散心。我看您这是有心事吗？小子聪明，拿眼一打，这个脸上眼睛看得出来有事儿，眼为心中之苗，你瞧眼神就知道心里有事儿啊。那个我跟您聊聊，看看能不能给您帮忙。嗨，我不，您别客气，哎，咱们呢就这儿，拿手一指路边这儿就一饭庄啊，坐会儿吧，坐会儿吧，您来吧，来吧。姑娘也实在是没事干了，而且呢，人家也太客气了。刚才我说不了，我走了，扭头走了，也就走了。这一站住了，这那行吧，我也待不住，您来来来来来来来，说着就来了。来到这儿，那会儿这饭店也分这么不一样的档次啊，有的就是那个老百姓吃啊，比如一进门大桌子大板凳，什么包子、饺子、面条。有这样的，但是呢，有的呢就是一楼是卖这类的普通饭食，二楼是包间雅座，但是单有那种档次高的，人家没有这包子饺面条，没有，来了就是成桌酒席啊，也分成一个一个的包间。当年也有这样的饭庄酒店，这家就是啊。这儿推门进来，也就是服务生过来了啊，哦，您二位啊，有日子没照顾我们了。客气话，其实没来过啊。行了，找一个干净的雅间，您跟我来到二号，带着往前走，推门进来了。这屋还真不错，装修的干干净净的，家具啊，所有东西啊都是上档的啊。坐在这儿了，人这儿沏茶安排好了，桌子上现在是压桌碟，水果都摆得了，这儿先聊着。嗯，您看您打算吃点什么呀？我们去安排。白小姐，您看您不用管我，我也不饿，您看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啊，我也待不住，估计一会儿就得跟您这儿先告假。啊，没事，伙计，你们这儿什么最有名啊？啊，我们有一大菜啊，佛跳河。没听说过呀，不是佛跳墙吗？是我们这在那个基础上发展改的汤菜啊，汤菜佛跳河啊，佛跳楼我们这都有啊。这老佛爷都挤得成什么样了啊。行，好吧，这得有这个，然后那凉的热的颠沛着来啊，喝点葡萄酒吧啊。哎，好嘞，出去了。一会儿功夫酒菜全摆上了，嚯，殷勤备至，就差往嘴里给送了。哎呀，这伺候自个儿亲妈也没什么客气的，哟，什么爱听说什么，这小子动用自己浑身的武术绝学，所知道的所见过的什么事儿，哎呦，这通讲啊，巧舌如簧。姑娘开始啊还挺有心事，挺别扭，但听她说着说着呢还挺高兴。你看这玩意儿，话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啊，会说话就是不一样。开始是应酬，到最后听着听着有的地儿好玩也乐，完事也跟着聊，到最后俩人端杯又吃又喝啊，就把那不愉快的事就忘了。吃喝俩来钟头，到下午了，熊二说了，咱们跳个舞去吧。姑娘趁着酒兴，好啊，就爱这个，那去呗啊。那年头杭州城啊也好，包括整个的什么上海滩，那会儿都是各种的跳舞场有的是啊，也都是打蜡的地板，现场的乐队，
弹簧，地板带弹簧的，忽闪忽闪的，过去都是那样的啊。走吧走啊，挺高兴到那儿去，好，姑娘撒开了，这通跳啊，叮了咣了叮了咣，我也不会跳，反正我寻思是跳的挺开心啊，俩人跟那个武术健将似的啊，很愉快。有一回就有两回，接长不短，老来。到后来这熊二开车来，就停在门口，阴了喇叭，姑娘穿着高跟鞋嘚哒嘚哒嘚哒就出来了啊，俩人上车就走，李伟也瞧见了，心里就说不出来的滋味，知道得了，我在这儿干到头了啊，再住下去我有点没羞没臊了。那么怎么办？我得想怎么走，老太太对我太好了，这孩子我也舍不得。白玉雪，你是我是别扭别扭，人也没什么错，人没嫁给你啊。当然白玉雪跟熊二之间，他这会儿其实是一个特别尴尬的状况，因为白玉雪知道我跟他玩的挺好，我们做普通朋友行，但是我如果说跟熊二再发展或者如何如何，我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这熊二是高级流氓。白玉雪聪明，那是啊，那姑娘不傻，眼睛不揉沙子呀，吃过见过。为什么说女孩子最要紧的就是这个？一定要吃过见过，她才不至于眼界浅。上流社会见人见多，拿眼一打就知道你是什么。但是跟你玩很开心，你也会说话，你也会哄我，我一回头你知道要什么就能递给我了，好朋友没问题。但嫁给你这个不行，高级流氓。流氓分多少个档次？高级的，高级五星饭店他也坐着吃，吃完也打架，他打架不一样，掏出一沓钱啪扔在这儿，你不服你也掏一沓，一张张点火烧，到最后谁不敢了谁算完了，掏出大钻戒搁这啪砸碎了，你敢吗？高级流氓。哎，到低级的来碗卤煮啊，这豆腐是我的啊，那就别打架了，那就好好吃你的卤煮就得了。流氓分三六九等，姑娘心里跟明镜一样，他是高级流氓，一块玩没问题，吃饭喝酒跳舞都很开心，别的不行啊。但是这个东西就这样，天下的事往往是由于误会，就这鸽子到现在一直没解，越记越大越记越大，到最后李伟决定走吧啊，此处虽好不是我立足之处啊，走。给老太太写封信，因为这个东西不能面对面说，你说老太太准得留你，说我不干了。为什么不干呢？我待不了了。为什么待不了？你闺女跳舞不像人话呀，是不是啊？就跟咱们现在似的，有的时候好多事啊，面对面说不出来，都发个微信吧。哎，发个微信，哎，不好意思说的，跟这文字上说，请借我3亿5000万啊，哗发过去，然后对方给你拉黑。这朋友还是朋友，还是什么朋友啊？最起码文字能够解决见面的尴尬啊！先谢谢老太太吧，来这么长时间了，给这么些钱，您对我这么好那么好的，但是我家里有事儿，我也不好意思跟您说，有点急事儿，我得先走了，然后这个以后再路过杭州我得看您来，老人家福寿康宁，说点客气话呗。先给他写了一封，又给白玉雪写了一封，就这一封难死，活活的难死，怎么写呀？我走了，你跳吧。这不像话呀，对不对？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是吧？也不像人话呀。最后咬着牙写了几句客气话，也是啊，来这么长时间了，您对我这么照顾是吧？然后如何如何的，我现在家里有事儿，我得走了，跟您告假啊，万分感激，祝您什么身体愉快，什么也就这个吧，客气话呗。写完了，两封信叠好了，有一样东西。为什么呢？有一样东西叫白玉雪。为什么姑娘叫白玉雪呢？就是因为那块玉叫白玉雪，人家家祖传的宝贝，一辈传一辈。为什么传呢？谁是我们家的女婿，这块就给谁。姑娘上次把这东西给你了，这是我妈给我的，说以后爱谁啊就交给谁，我给你了。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得不接着拿过来了。现如今这个东西我带走可不像话，是不是？姑娘说了，我就是白玉雪，白玉雪就是我啊，谁得着这个谁就得着我了，我哎呀，我带走，我偷了个东西不像话呀。
我给他我面对面，我没法说呀，千难万难，难死了我，真犯愁。哎呀，最后实在没辙了，把丫鬟叫来了，有个丫鬟叫小凤，贴身的啊，伺候小姐。那谁，凤姐，快来，快来，快来。李老师，什么事儿？那个是这样的啊，小姐呢？小姐跳舞去了，啊，好好跳的好。那个，我家里有点急事儿啊，我这个是我得赶紧走啊。家里怎么了？我父母有急事儿。父母不去世了吗？那还不急吗？是不是啊？啊，不好些年了吗？哎，你不是还有别的事儿？你还要还有房产，不都烧了吗？这你甭问了，行了，解释不清楚啊。两封信，这给老太太，这给小姐啊。你等会儿，把这紫檀的盒拿过来了。这里边是小姐暂存在我这儿的白玉雪啊。我知道，不是给你，你听我说，把它给你家小姐啊。千言万语都在信里边，其他的都在我心里头啊。我也别跟你说了，你多受累吧啊。那个你跟着好好干啊，好孩子，那什么，谢谢吧，谢谢吧。丫鬟不知怎么回事，拿着就拿着吧，拿着就走了。这儿就收拾东西，一瞧自己啊，跟这儿现如今攒的钱有将近3000块，不少啊，放在箱子里。收拾衣服，收拾应用的东西都收拾完了，箱子弄好拎出来，站在门口回头看看这屋。哎，叹了口气，万语千言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了，顺着墙根溜着边走，怕谁看见拦他呀啊，往外走，到大门口出去了。门口有站岗吗？把门的啊。李老师您啊，没事，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先回去。哦，您早回来。哎，倒退着走，一边走一边看这大门，眼泪都快下来了，咬了咬牙，今生今世这个院儿我回不来了啊！一转身眼泪都快下来了，人是有感情的，念这家的好，最落魄的时候人家接的我，挣了这么些钱啊，现如今哎，得了，什么都别说了，我走吧。这儿出来了，去哪儿？如果是在杭州，只能回舅舅那儿。想了想，不能去。为什么呢？第一，我对得起我舅舅。我之前就看我舅舅，给他好几百块钱啊，那钱也够我舅舅养老。又何况说现如今我又落魄了，没工作了。我舅妈脾气不好，你说我这回去我没事了，我又回家来住着来，他这说这说那个，我挺大一活人，我受不了。嗯。不行，我往外走吧。哎，老话说得好，哪儿黄土不埋人呢？我换个城市吧。那么说去哪儿？想来想去，哎，十里洋场纸醉金迷，我大上海吧。啊，我到上海，最起码你看我这身能耐，我还能教课，英语、德语我都会。我不行，什么找个地儿就干点什么，哪怕教个课。要教个馆当老师，或者哪个公司我都能干。怎么我合着我身上还有好几千块钱呢？对，上海，走吧，买一张火车票奔上海。杭州到上海不远，您各位都去过都知道啊。简短截说，路上没有什么可提的，就到了上海。出了上海的火车站，站在这儿，真是那八个字，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啊。街上到处都是人，心说也挺好，换个环境活着。杭州我太熟了，我到这儿来呢，换换心思，慢慢的呢，把别的也就忘了。而且我这房屋一间，地屋一垄，要什么没什么啊。人家白小姐呢，一跳舞一高兴，把我这茬就撂下啊，得了，算了吧，长叹一口气，哎，大上海呀，大上海，我来了。不知道我能在哪儿落脚啊，走吧，先往前溜达溜达着啊，先得住店啊，自己盘算着不能太奢侈。你要说真住锦江大饭店，那挑费高，我还没找着工作呢，找一个便宜点的小旅馆先住起来，有什么事呢，
回来慢慢再说啊，先歇两天也不着急。前面不远小旅馆啊，这一进来伙计迎出来了，啊，可爷您住店？我住店，要一个单人间。好，您跟我来吧。进来了，您看这个行不行啊？还挺干净，屋里有张床，有个桌子，有椅子，有一个小圆桌吃饭什么的啊，靠着墙角这儿有个脸盆架，您看成不成这屋？好好好，挺好挺好挺好，这没多少钱啊，仨瓜俩枣的事，住这吧。把包放下都弄好了，伙计打一盆热水进来，您先擦脸。哎，擦擦脸，把身上土打磨打磨，坐在这儿茶水沏上来了啊。那个跟您说说，您是自己吃还是包饭呢？过去小旅馆有这样包饭，因为好多人是常年住旅馆，你包括坐艺说相声的，说书的，唱戏的，很多这个旧社会这些大老板啊，老角们没有家。为什么？四海为家，山东唱仨月哗挪到营口去了，营口唱完了又上海了，他不置房子不置地。为什么过去说一人钱当天完呢？就在这儿了啊，说你这个种地的钱万万年，一人的钱当天完。怎么叫当天完？来的容易，所以说不考虑安家置地，一直到解放后好多演员才有了自己的家，他都是随便住，找这么一个旅馆住好了，包饭，有人给收拾屋子，一日三餐那都管啊，你自己再想吃什么那是另一回事啊。当然过去来说，据说这里还有一小笑话，我们北京有一位葛二爷，唱连珠快书的，饭量特别大，只要他上上海演出不包饭，小旅馆都认识他，哦，那个来了不包饭啊，这就说是很厉害。据传说，我没见过这种，据说当初是饿死的啊，真是饿死的。哪位你们有兴趣回查查资料，葛二爷啊，据传说有一次是在家里边吃饭，吃完饭之后好像又吃了这么几斤切糕，切糕论斤，吃了三四斤切糕，然后这后边呢有一个堂会，老太太过生日，请请都有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其中就包括这葛二爷去了。老太太您万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呦你来了，我们这儿管饭，哎呦您早说呀，这跟家刚吃完，一个是吃完了饭，一个是吃了四斤是五斤我忘了切糕，吃了好几斤切糕。老太太乐了，今儿我过生日高兴，咱们乐呵乐呵，你到底能吃多少啊？不知道，得了，今儿你来了甭跟我们唱了，他唱连珠快书的，人家堂会不得一人来唱吗？你甭唱了，你吃吧，吃给我们瞧，就算瞧你的玩意儿了。连厨子带老妈子带丫鬟连老太太一块上手，本家连儿媳妇闺女一块给他包饺子，让一人吃，吃了将近一千个。就这位爷后来是得饿死，你想想啊，所以他住店要说包饭，本家不包，怎么呢？他一人吃好几十人的饭啊。后来医学说，有人说中医说火化石，可能西医说就类似甲亢那种病啊，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吧，历史上真有这么一位葛二爷能吃，出去人家饭馆啊什么住店的他例外不包，包不起包不起。李伟这就无所谓了，就谈个价呗，光住店多少钱，包饭多少钱，都说明白了，好嘞，这屋就是您的了，有人伺候，把东西弄好了，重要的东西交柜，重要的东西我用那钱呢，好几千呢，三千块钱现在洋，交了前台账房，人家有锁给你锁起来，这个丢了前台负责赔。你要说我搁在屋里边，你这旁边哪位邻居推门进来给你翻走了丢了，人家前台不管，这个挺讲理的啊。重要东西交柜，都安顿好了，带点零钱，说我出去一会儿吧啊，散散心，我出去剃个头啊，然后刮过脸，过去有这么句老话吗？剃剃头刮过脸有点倒霉也不显啊，人就这样，精神状态很重要啊。出去吧，打这出来顺着街边这么走啊，其实心里边心事还挺重的啊。走来走去呢，那到前面有一个小的理发所还挺好，门口呢有那幌子，还装了一个电动的那个转的那个东西啊，这推门进来了，啊先生您好啊，是那个理发，好、哦、来您坐吧，坐在这儿了啊，有心事儿。这主人拿那块单子等等了一记啊，
嚯，先生，您的眼睛真大，你要勒得再紧点，舌头还能吐出来。气，劲儿太大啊！你要再勒得紧点，舌头还能吐出来呢。我靠，有没想到啊？这松了松啊。理发，哎，搅一搅，他留着一个小分头啊，小分头，这搅，归置完了，得洗，吹吹风，就把脸给刮了刮啊，还洗洗眼睛吧，不了，洗眼睛，过去有这啊，拿这刀刮胡子那刀，刮眼睑，单有这么长的针啊，顺着眼的缝往里边捅，给你洗。现在可能到四川某些地方还会有啊，这完事之后看东西特别清楚啊，但这真是个绝招，好像后来好长时间以来有关部门也不让了，说太危险。那过去老艺人有这个洗洗眼睛，这叫啊，不了，挺好啊，我眼够大的，我不弄了啊。那一会儿刚才对不起您，那没事啊，走吧。出来了什么时候呢？下午三点，就这钟点，当不当正不正啊，本来想剃个头磨蹭点功夫，但这个玩意儿他剃头去能剃一天呢，又不是一根一根揪啊。哎呀，我看电影去吧。来，这是个办法。那会儿上海滩电影院很多，为什么有时候聊天老说呢啊，包括跟唱京剧的朋友聊天啊，都说，哎呀，你不知道啊，我们现在不好干。我说怎么不好干？哎呀，文化娱乐太多了，现在搅和的我们京剧不好演。我说你这话说的不对。那你说民国的时候，你说京剧不好演，那这一趟街上，不管天津、北京、上海，这一趟街上20家剧团、30家剧场，而且拿大上海来说吧，大上海那个剧场里边演广东汉剧的，演湖南地方戏的，演什么的，广东粤剧都有，我们家家都吃饭呢。而且那个年头美国七彩电影，各种的什么跳舞厅，包括那些赌场、妓院、跑马场都有，哪家不抢京剧的饭呢？对不对？为什么抢？你没那个能耐，你没有那个挣钱的能耐，不能怪别人。当年是没有电视，可当年人还有妓院呢，对吧？还有赌场呢，跳马厅啊，什么都有啊，他不也没抢你京剧的饭吗？那关键就是你没拿它当吃饭的买卖，所以说没人看，正常，很正常啊。所以说那会儿电影也是各大电影院很多，有上海本土拍的，有外边拍的，有进口的。当年叫美国七彩电影啊，就是彩色电影啊，当年叫七彩电影，什么片都有，你去看去吧啊。各种的地方戏你说得出来的，在上海京剧、评剧、什么梆子，你想连广东粤剧在上海都能扎根三四十年，你不服行吗？广东粤剧团在上海能唱好几十年，甚至有一个剧场专门就唱京剧《西游记》，唱30年《西游记》，天天吃饭，那你不服行吗？好就是好啊，电影院也是如此。买票吧，进电影院。进电影院呢，这场啊人还不是特别的满。李伟呢，其实心思也没在这儿。这天电影还不错，《荒江女侠》。几位查着去，当年真有这电影啊，《荒江女侠》，坐在这儿吧，也不得看。为什么不得看呢？这旁边这有俩人呢，净小动作。那怎么回事呢？这有一名词先解释一下。电影院里有一种服务人员叫玻璃杯。什么叫玻璃杯呢？女招待，你买完了票了，坐去看电影去了吧？会有一个女的服务生过来陪着你，她这个名字叫玻璃杯，因为她是拿玻璃杯给你送饮料。哎，这是单加钱的，哎，哪儿黑旮旯带着你上哪儿坐去，啊，就是现在来说就是那样的工作人员吧，是吧？啊，这那聪明之极，啊，带着你坐这儿，坐这儿看，坐这儿得看。哎呀，这儿吃柱，什么叫吃柱啊？电影院嘛，它里边有柱子，不像现在似的特别开阔，没有柱子。当年的建筑不行啊，那屋里有柱子。谁你哪位愿意坐在柱子后边看挡着脸啊？但这个座一般都卖给这种人，你来不也是也不是为了看电影来的呀，对不对？有柱子，有柱子好方便啊。说这个挨着厕所，那得劲儿上厕所，
挨着门口着火，你头个跑啊，是吧？哎，就在这儿跟这儿，他这旁边老有这么俩，哎呀，俩嘀嘀咕咕，呵，一会儿乐一会儿弄，这电影也没看好，心里烦得很。当然了，你中国那会儿电影跟现在也是有区别的，你现在你是 3D 电影，那会儿谁也没有啊，对不对啊？ 3D 电影你们哪个看来着？你还看过？哦，你什么都不干，就这个哈。我听我可能好些年没上电影院去过了。我那天聊闲天算了算，我得有够十年没怎么去过电影院了。啊，后来他们跟我说电影院啊 ,3D 的这么好那么好的啊。我说有二哥的告我一声吧啊。我听他们说过有人看 3D 电影，哇，然后里边打得跟特别真实，在眼前似的啊。然后这时候跟着哦我怕家伙啊。然后后边看电影的要死。这场散了，这挨打的出来说呢 ,3D 电影太真实了。哦。哎，这场电影啊李伟算是白看了啊。怎么呢，这儿净搅和，俩人乐都不行了啊。李伟的感觉就在人炕上看电影似的。啊。烦的都不行了啊。灯都亮了，电影散场了，这才回头瞧瞧啊，一瞧这男的还是个学生啊，打学校跑出来的，那会儿净这个呀，有那个半大小子有点钱跑这儿来就开个婚似的，净有这个，这个散了之后回去还得讲呢啊，听说你看电影去了，那是看电影去了啊，同学们电影什么故事啊，其实他没看，他住在后边，他净这儿动手动脚了，那大电影那很荒腔绿侠，那一开始呦喂就大喊，你们自己看去吧啊，实在是编不下去了。李伟也出来了啊，这电影俩钟头啊，再出来天都擦黑了，找地儿吃饭吧啊，走吧，这儿转转那儿看看，一瞧头里边有一小饭馆，虽然说手里边有这么大几千块钱舍不得，为什么呢，前途未卜，你还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呢，不能瞎花钱。心说这儿小饭馆行，点俩菜来碗米饭也就得了，也不喝酒啊，这进来了。一进来呢，这屋里这个跑堂的是个女招待。女招待，有人说什么女招待，就是女服务员。现在这个也根本就不叫事，吃饭有男有女的这个服务生，那个年头了不得了，添女招待的这个买卖就好了啊，因为好些人吃饭不是奔着饭去的，奔女招待去的。啊，这一进门，这女招待过来，穿一短的小旗袍啊，坐着吧。哎，吃什么呀？看着菜单，点一荤一素，一碗米饭。一会儿功夫端来了啊，先结账。又怎么还先结账啊？啊，我们这是规矩，怕你跑了啊，结账吧。你没多少钱，给人家端起来一吃，米里边有沙子，搁牙，加一筷子菜，好家伙，差点没齁死。哎哎，那姐姐您过来。加菜啊，我不加菜。好家伙，这菜刚才来这一口菜好家伙特别咸，分两口吃。我就得打死他，你知道吗？不会说人话，分两口吃。不是你，我不是那个找事的人呢啊，我是。你叫你老板来，老板是我爸爸。他向着我，他向着你啊，那你也得叫他来，我得跟他说没有你们这么做买卖的。正嚼着呢，后边一挑帘，老板出来，既是老板又厨子，这是爷俩干的买卖啊。这出来什么事儿？你老板啊啊，太闲了，你们这孩子不会说话，哪能这么噎人呢？你也是啊，你进门时我们牌匾上不写着了吗？我门口你进来没看见？没有啊，撂下筷子站起来出去，这一出来人家把门关上了。嗯，这招都想绝了，出来看什么都没有，门关上了，砸门吧，砸门不管用，不开啊，你不能老跟这儿啊，对不对，走吧。哎，花点钱吃了一口饭，吃了一口盐啊，往前溜达吧，心里这个别扭啊。转了一大圈这才回去，回小旅馆啊，
我一瞧回来了，给您预备饭吧，啊，吃点吧，吃点吧，啊，那个口轻一点啊。今天吃盐这个量够了，嗯。进来了，哎，给弄了什么菜汤啊，什么烧了个肉啊，弄点豆腐什么的，这好歹吃饱了，啊，打了盆水，洗脚，收拾完了，睡觉，也累了，这一天发生多少事啊，睡吧，心说明天就不能这么悠闲了，明儿我得好好出去找工作，看看干点什么吧，嗯。夜就过去了，早晨起来，跟往常一样，该收拾收拾，这有早点，爱吃吃，不吃拉倒，好歹喝了口粥啊，出去吧，打这儿出来，溜达来溜达去，因为他之前呢，他在这个报社里边干过，所以他特别愿意在这个报刊亭那看报纸，看看报上登着有没有什么招聘启事啊。这一回头，路边就有一个，赶紧过来看看啊，各种报，大报小报都有。想当年据说上海地区这个大报社小报社好几千个，所有人都能出书，所有人都能出报纸，那会儿是这样，看吧。哎，一瞧呢，在这儿招聘这一块里边有一家公司，字儿特别大，仨字儿，要发财，黑字儿啊，加粗加大啊，要发财，贸易公司，招经理一名啊，这行啊，因为什么呢？一看底下这落款这地址啊，认识。昨天拐弯过来的时候，就那趟街上，哎，没事干，瞧去呗，走呗，要发财啊，发财吧，嗯，记住了，这儿走。走多长时间呢？一刻钟，到这儿了，临街，小门脸上面牌匾，要发财贸易公司，啊，门关着了。啊，推门进来了，一看他这个屋里边啊，这儿摆了几个沙发啊，这儿呢有一对沙发，有一个小茶几，这后边有个帘，帘后边好像还有一间屋子，哎，前面基本上这儿有一个办公的桌，桌后边有椅子，但空着。他这一推门，又打后边一撩帘，这才出来个人，出来一个什么人呢？30出头这么一个女的，穿着个旗袍，穿着高跟鞋，烫着飞机头，你看看当年那个老上海明星烫的那个头，过去有这个叫飞机头啊，还有的更讲究一点的叫杏仁烫或者是奶油烫，这不是谁发明的？杏仁烫就是烫的时候香精里边有杏仁的味儿，奶油烫就是奶油的味儿啊，上海有这个，北京有卤煮烫、爆肚烫，爆肚烫烫完了还得来点香菜，没有啊，那我瞎说的啊，但是奶油烫跟这个杏仁烫是真有啊。往这儿来也不知是喷了多少香水啊，啊，这女的长得不寒碜，尖下颏，这俩眉毛画的细的都不能再细了啊，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啊，嘴上抹了得有半斤口红啊，乐了就过来了，您找谁啊？嗯，这是要发财啊？啊，是要发财贸易公司啊。嗯，您是？我是招聘的。哦，你等会儿啊，我给你叫老板去啊。嗯，那个，吕老板来人了。老板姓吕啊，打后边出来了，有个37、38，啊，这头发梳的，这道印儿啊，特别的清楚，那是一根一根的，戴着金丝眼镜。小脸有点蜡渣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啊，出来了啊、哦，是您啊，是我是我，坐坐坐坐坐，这有一对沙发带着一个茶几，就给让到这儿坐这儿了啊。这女的呢上后边去了，端杯茶出来坐着啊。女的在这边沙发看他俩聊天，这俩人在这边啊。我姓吕，双口吕，哦。吕先生您好，哈哈哈，小伙子怎么称呼？我姓李，叫李伟。哦，虚伪的伟，伟大的伟。哦，好好好，哈哈，是在上海吗？啊，是刚到。哦，
从哪里来的？从那个杭州。在杭州是做什么生理？哪行发财呀？不敢当发财，我是那个教员，没说看孩子。大小伙子人看孩子不好听，教员。我是教员，我之前是在报社还做过编辑。哎呀，好好好好好，哎，这是个有文化的人啊！好好好，我给你也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司叫要发财啊，我姓吕啊，我是这个老板啊。这是我们的黄经理，女的姓黄，黄经理啊，这站起来，黄经理，哎，你快坐，快坐，快坐，你不用客气，她是我太太啊。这个就是我们夫妻店，我们两个人，我是在外面跑业务啊，我太太在家里边盯着谈生意。然后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也实在是忙不过来了，就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啊，平时在这里替我盯着，有了客户呢跟着谈一谈，所以需要文化也需要谈吐啊。有不懂的不要紧的，我太太会辅助你一起的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每个月是50块，如果咱们的业务好了，我还会再给你再涨，你看你愿意不愿意。哎呀，那个挺好，我谢谢您啊。我就有一样，能解决住宿的问题吗？哦，这个是个问题啊。这个地方只是做生意的地方，我们是每天要回家去住的啊。不过你要是实在没有地方住的话，我们这个后面倒是有一小单间，你看一眼吧。哎，好嘞，站起来了，那女的过来领着他到后边，那个单间顶前面这屋的一半大，还真有一张床，有床头柜，有点零碎的东西。看完出来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呢，你就在这儿住，好不好？然后呢，工资呢是每个月40啊。刚才不说50吗？住宿扣了10块，啊，这个没有办法，上海滩寸土寸金啊。你看你能接受吗？行，可以啊。那我就什么时候开始？随时。那我今天就搬过来吧。哎呀，这个性子很着急嘛。好，那就搬过来吧。高兴坏，这一出来就找着工作，1月40，行了，不少了，知足吧。好，回去了啊，跟伙计说我不住了啊，我得走，我这我那个，我那走呗啊，该扣的钱都扣完了，收拾完了，归置东西，拎着自己箱子出来。又来的这个要发财啊，到这儿呢一瞧后屋呢，人家把东西拿走了，给他把这也擦了擦，弄了弄，把自己的行李卷东西都铺好了，跟这儿就算正式上班。这个吕经理啊还挺忙啊，每天这儿忙那儿忙，这儿呢就是他跟这老板娘，这姓黄这黄经理，一喊黄经理呢，别喊嫂子就行。哦，好，哈哈，嫂子，哎，兄弟，一喊嫂子兄弟，容易让你们多想啊，挺好。平时没事屋里就他俩人啊，就瞎聊天呗啊，问这个问那个。哎呦，李伟也是，就跟见了亲人似的，就把自己的家境全说出来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都说，聊天，嫂子跟聊天呗。哎呦，不容易啊，小伙子，反正上海滩挺好。哪儿的水土都是养人的，你就跟着好好干吧，挺好。是这个，您跟那谁吕总以后您多栽培。嗨，没事儿，你多帮衬着吧。我们这个当家的呀，这人就是你懒啊，家里活也不爱干，一天到晚就做买卖。这两天倒行，昨天都会洗袜子了。哎呦嚯，那不挺好吗？嗨，他进浴缸忘了脱袜子了啊。这么个货，行，挺好。哎呦，你今年多大了？我这20多岁。哎呦，多好啊，细皮嫩肉的啊，瞧着就痛快。聊闲天呗啊。他这俩人差得有10岁呢，他这瞎说，李伟也不敢说别的，说什么就聊什么呗，挺好。这个黄经理黄大嫂子还挺照顾他，不管是吃饭呢，平时给兑个水啊什么的，身上冷不冷啊，热不热呀，老问他这个，照顾的挺好啊。闲着没事就说，你是念书人呐，好些个书我也不懂，你给我讲讲吧。哦，您让我讲什么书啊？三国水浒你熟吗？还行，都看过，但不求甚解。你给我讲水浒吧。
水浒问你几个人啊，您说头一个潘巧云，潘巧云，有好看水浒的都知道啊。水浒里边有这么一个片段叫翠屏山石秀杀嫂，潘巧云是杨雄的媳妇儿，私下里勾结和尚裴如海，海市里啊，俩人通奸有染，到最后呢这个让石秀给识破了，然后弄到翠屏山杀了。这水浒传里是一大淫妇啊。啊，这潘巧云怎么回事啊，讲呗啊。你想啊，李伟老实孩子摆开揉碎的给人讲。嗯，好。阎婆惜怎么回事啊，阎婆惜是怎么回事，好，阎婆惜这是宋江的妾啊，宋江的妾。哦，宋江有媳妇儿，有媳妇儿，但是他不爱阎婆惜，不爱怎么睡着觉呢，是，我是这么认为的，讲吧。俩人就研究宋江跟阎婆惜为什么睡觉啊，又研究一天，哼，嫂子越听越兴奋，小脸蛋红扑扑的。嗯，今儿讲完了，转天又来了，今儿该到潘金莲了吧。哎呀，你说这潘金莲是不是个淫妇，哎呦，不能这么说，他要是品性有问题的话，他干嘛当初不从了张大户啊，他能跟武大郎，说明他还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人啊，严于自律，如何如何讲。哦，那他到底爱不爱武松啊，他爱武松啊，但是武松不能要他呀，因为他是他嫂子，要我要写书我就给改了，小叔子必须跟嫂子好啊。哎，我还看水浒有这么几个话到现在我没明白，嫂子您问，他说这个王婆给他讲的时候告诉西门庆说潘驴邓小闲这五个字做到了，每人都能到他手里边，什么意思呀。哎呀，李伟这脸都红得不行了，潘驴邓小闲，他这个是这样，他这样，他这个，因为这是俩人啊，一个叫潘驴邓，一个叫小闲啊，他坐在这儿胡说八道啊。哎呦，聊完了一会儿该吃饭了啊，说这吃饭，哎呦，嫂子一筷子一筷给夹啊，这是特意给你多点了几个菜，你看这个干炸腰花啊，这是肘子，这是鱼啊，这是四喜丸子啊，吃吧，这都是应客的菜啊，吃吧。李伟心说吃完这顿饭我能上前线的，这是啊。哎呀，嫂子高兴，倒杯葡萄酒啊，来喝酒，喝小脸蛋红扑扑，喝着喝自个儿把旗袍这扣解开了啊，来我敬你一杯。李伟说不对呀，这不是看水浒，这是要演水浒啊。啊，他那个嫂子我不胜酒力，哎不要紧的，那你喝着玩儿，不是，我就我怕喝多了。喝多了怎么办，不老话说得好，酒能乱性，嗯，你乱给我瞧瞧。李伟这顿饭吃的如坐针毡，大嫂子这胳膊要搭在这肩膀上，说上这黑，你乱给我瞧瞧，千钧一发，啪闷开了，本家回来了，撒开两条腿这趟跑啊，心说十两长纸醉金迷，什么玩意儿我都见着了啊，两口子都爱我。李伟吓坏了，哎呦，您别着急别着急，打针可以，但是你该看病看病，该多少钱，狗死了，您比狗还毒呢，现如今我行了，温文无有不死何为，我生存的这个价值就是自尽，拿这大罐蒙脑袋江边这就哭，要往下扎，听着啪啦一声，大褂的后上撕了，旁边站着一女人，端庄打扮，贵妇的样子，这一回头，冤冤。更多相声音频下载，请百度搜索"捧逗网"。